这个样子。小鬼子，我是你个祖宗，给老子来把子弹痛快点，要么你放开我，咱俩兔子王干一场。来啊，小鬼子，哎，快点啊，过来过来，冲爷爷来，来了来了，走开，来，呸，他妈敢吗？你很冷静，看样子你是他们的长官。我怎么听说你们中国特战队有四个人，另外一个人在哪？不会是死了吧？废话真多啊，你们枪里的子弹不够杀死我们三个吧？放心，我现在不会杀你们。你们中国特战队屡次骚扰我们军防区，我们的司令官阁下很想认识认识你们。子弹打开，看物の目、これがお前の慣れの果てだ。すぐ不快諸君と羽鳥閣に報告しろ。はい。分开一天就不认识我了，还好最后降落伞打开了。你小子命真大。哎，小姐，刚才那几个鬼子是你打死的吗？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？无声的。哎，齐哥，这美国佬这避弹衣可真不咋地啊，我这胸口跟给熊瞎子怼了一圈似的，疼死我了。就透着乐啊，要是没有这身情况，咱们见了阎王爷了。闭嘴，拿上装备，找个安全的地方重新修整。撤。是。ハドリ閣下、特戦隊はきっとあの方向に逃げた。権太君、お前の特戦隊で奴らを見つけ出して締め殺せ。はい。要是给我火箭筒，我一下子全干死他们！老婆，
掉下来的补给应该就在这附近，分头找。 中国的军人，中国军人，你们来这儿干什么？我们来打日本人，你们怎么会在这儿？日本人，对，就是日本人，他们把我们的男人都抓走了，求求你们帮帮我们吧！日本人还要抓我们和孩子，我们想跑也跑不掉，只能躲在这儿。求求你们帮帮我们吧！我们帮不了你们，看看这些孩子们吧。 你们要是不帮我们，他们就会被杀光。这些孩子实在是太可怜了。队长，我们还有更重要的任务，不能带上你们走，带上你们会更危险。 命令で男女老若問わずに教育を連れて帰せ。はい、行け。さあ。
把鬼子尸体埋了，别给站子找麻烦。老大，这还有一个。长官饶命！长官饶命！我是中国人。那你这身皮也不像个好中国人。别杀我！别杀我！我是被逼的，就是我会说起军日来。皇，不，日本人强迫我的。你从哪儿过来？总机场。一路上有多少关卡？两个路卡，两个巡逻岗。